挺会享受呢，搁那一趴。但是好多人呢啊，把它掰开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呢是11月11号，对吧？对于国内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，大家不知疲倦购物的日子。所以虽然我们在英国参加不了双十一的活动，但是我们也准备凑凑热闹。我今天想去英国牛津附近的比斯特折扣村，非常有名，然后也想说顺便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现在是10:20，我们已经稍微晚了一点了，待会儿到了再跟大家聊。3个小时了，其实也没有很仔细的每一间都去逛，但是就是整个你基本上感兴趣的牌子进去看一下，出来就还是挺花时间的，所以大家尽量还是留够时间过来吧。目前来看今天的人还是挺多的，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做好防护。我啥也没买，略有些不爽，不过我这两天在网上买了，我买了那个护肤品的东西，它最近黑五打折。我们现在去牛津城里的一家中餐厅吃饭，那家中餐厅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如果大家来比斯特购物啊，可以过去吃。我现在上车啦。椒盐鸡翅，刚刚那个就是 Kelly 本人。这是原来的草地，虽然它熬进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河了，原来都是可以走的。够硬。我家老太怕水，会不会下水？你说，哎，好像稍微适应一点。哟，怎么又不见了？过来啊 ，come here， 这车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放下来了，你离我远点。你妈看那个视频能疯了，我跟你说。谁洗完澡啦？哎呀，哎哎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不能过来。啊！你来的时候只有那么点点的，哎呦，这个角度实在是太胖了。就这么你，它也窄，障碍这么大哈。现在咋弄？哎呀，我穿脑袋。哎，挺会享受呢，搁那一趴。哎呀哎呀，快点趴下给妈妈暖暖脚，快点趴下，趴下趴下趴下，妈给按摩，快点，妈给按摩，趴下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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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来到垃圾，这是雷丁的垃圾场。
分了不同的区域，然后有不同的东西，全是垃圾。最大的就是这个地毯，这是冷 green glass， 有点 green 的，这是没有颜色的 glass， 这种的。那推着尾巴摇的呀，好开心！今天有马拉松比赛哦。吓我可高兴了，警察是看，哎，这么多人，哎，这么多人，看着好多人呢哇，全是人，都是要 running 的。You're the last wave of runners, so give us a wave as you go by. Oh look, Batman's here. You superhero, Superman. Well done. 临时决定要出来买点东西，因为我前两天给刘导转了个食谱，就是要做那个糯米紫薯饼。然后他说家里没有糯米。杨柳拍我这脸是多，得有多大？哎呦，我的眼睛。今天有黑眼圈，还是卧蚕，眼袋。我要不要给你剪进去？知道眼睛有点肿。有吗？糯米粉？你俩俩帽子怎么穿成这样？啊？叠起来。啊。这个。糯米粉。还有找木薯粉。好像这回没有卖的。啊？这不是木薯淀粉吗？好，走吧。其实植物蒸出来就已经很好吃了，然后就捣，一直在捣，把它捣碎，完全要把它搓成球放在盘子里面。这是12个，剩下的呢我就冰箱里面，下一回再做。水磨糯米粉加1/3的进去，热水慢慢放进去，慢慢搅，用筷子。感觉还可以哦。中间刨一刀，给它一分为二。行，压成这样，露出来也没关系。我就把它放进去，稍微压一下，这样可以把它压平，但是见地面的时候不要压。老婆，个人认为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，除了锅小把它们总在连在一起以外。没事，你还是最后再把它弄开就完了。嗯，往上面撒，往上面撒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很香吗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嗯，这东西你不能吃。今天你有红薯啊、紫薯哦。我来尝一下。呀，哦哦哦，太烫！慢点，慢点。嗯嗯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它不是很甜，就是靠就是紫薯自己自身的那一点点甜味。然后你会觉得糯米太多了吗？嗯，不多不多不多，我喜欢吃糯米。老师啊，嗯，我早饭也可以吃这个。好嘞。哇塞，又掌握一下新技能，太厉害了。如果觉得不够甜的话，可以在上面撒一丢丢糖。